大家好，为各位介绍下面这张商品。那今天为各位介绍的呢是 JS 所生产制造的一组避震器。那这个是 JS 所生产的一个基本款的一个避震器。那它是针对于取代原厂型的一个避震器。那基本上是油压双回路的一个设计哦，那让这个避震器呢，不管怎么样，以这个极为优秀、极为便宜的这个价格哦，来拥有，把原厂的这个避震器性能比较差，把它换掉。那严格上来说呢，这组呢是非常适合在一般通勤跟道路上使用。或者是说，你原厂避震器坏掉了，或者说不想花太多钱，我就把这个原厂避震器来做一个升级的一个部分。那这个是一个汽油压混合的一个设计，那有双回路一个设计。双回路的设计呢，是让你的避震器呢，在行驶时间呢会更 Q 哦，那不会太过于死硬。然后这整组呢，当然呢，颜色上是红色的。那这组型号是 JS 的一个 R 级的避震器，这个有金色跟红色两种哦。这在目前各位所看到红色的部分哦，变成另外一个金色。那上座部分呢，也是由铝合金哦，然后托盘的部分全部来设计而成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售价呢大概非常的便宜啊，非常的好用。如果在一般的通勤使用上哦，都有一个不错的选择。然后呢，多款车型这组避震器呢，在 JS 瑞翔来说呢，它对应了非常多非常多的车种，甚至像挡车的部分，然后 JS 都有设计跟对应，然后是三避震器、双避震器，哦，那几乎各种尺寸，那 JS 都有来做一个制作，那制作上呢也非常的一个精细。那希望朋友们也可以参考看一看。那多款车型呢，麦克三号 J品我们都有现货供应中哦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商品都有一个不错的这个品质在。那毕竟 JS 呢是台湾超过30年的一个厂商了哦，所生产的商品呢100%都台湾制造哦，都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水准在。希望朋友们能参考看，或到麦克三号 J 的精品来做一个选购。谢谢大家。